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楼盘是现在目前在 downtown 非常火爆的一个盘，叫 YSL Condo。那么它的具体地理位置是在385号 Yonge Street，大的 intersection 是在 Yonge 和 Gerrard Street East，开发商呢是 Crest Ford。整个这个楼的高度是85层，差不多299米。在这栋大楼里，差不多一共有957套 unit。预计的完工时间是在2023年。那么它的这个户型的类别呢，会从这个 studio 到 one bedroom、one plus den、two bedroom、two plus den 和三房。那 YSL 的全称是 Yonge Street Living，可谓是楼如其名。它正位于在多伦多 Yonge Street 的这个龙脉的核心位置。那么，这个85层的高楼也是目前规划当中最高的一栋住宅楼，是新一代的地标楼盘。那么 YSL 的它的地理位置，我们从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 Yonge 和 Gerrard 的东南角上，它是属于这个 Ryerson 大学的这个范围之类的。那么同时呢，在 YSL 这栋楼当中，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大概差不多在2楼到5楼之间会被用于 Ryerson 大学的教学楼。那么从 YSL 出发呢，步行去多大也仅仅只需要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除了他所属的大学城，步行4分钟也可以到达这个 Yonge 和 Dundas 的这个 Dundas Square，和 Eaton Center。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整个的这个购物啊，还有这个餐饮啊等等一应俱全。那么7分钟可以步行到五大医院，12分钟可以到步行到金融区。YSL Condo 所在的位置是拥有交通指数和步行指数双百的高密度生活，步行2分钟可以到达 College 上面的 College 地铁站，往南4分钟是到Dundas Square。同时呢，样街上另外有2辆公车是往返于市中心的湖边和北约克。College 上面另外又配备了7天24小时的接车。那么从 site map 上面来看，往北边的话呢，有一个2到3层的一个 commercial building，然后呢是一个19层的 office building。往东呢是 Ryerson 大学的这个教学楼，那么是4到12层。往南呢有一个2到3层的 commercial building，然后之后呢9层的 Ryerson 大学教学楼。往西边的话，是一个2到3层的 commercial building，然后呢是25层的这个Chelsea Hotel。西北角上呢是这个78层的 Aura Condo。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呢，北边的这个遮挡呢，会相对来说是少一些，基本上呢是在这个20层以上就没有遮挡了，可以看到 city view，那么它和这个就是城市的这个公园，它们这种就是相结合的这个景观。那么东北角的遮挡情况是要根据户型所在项目当中的位置来定的，但基本上来讲呢，也是在20层以上就没有遮挡了。那往东的景观可以说是看到这个绿意最适合的这个方位。YSL 项目的东边正对着这个 Ryerson 大学，它的这个学校户外活动中心有这个大片的绿地。那么东边呢，以教学楼为主，那么在15层以上呢是完全没有遮挡的，那么20层以上左右还可以远眺到这个Allen Garden。那 YSL 的南侧和西南角在13层以上就没有遮挡了，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金融区的这个 City View。那么35层以上，它的景观应该是最好的。那么在项目的西侧，那么在这个项目的西侧的话，目前来说是25层的这个 Hotel。那么，这家旅馆呢，也在向政府去申请，将自己目前已有的这个25层的宾馆，去变成一个3座80层左右的这个新5星级酒店，但细节还在审批当中。
那么，所以的话呢，暂时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考虑它的这个远期的规划。YSL 的西北是目前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这个 Aura Condo。那么这个 Condo 呢是78层，不过呢，因为呢它是这个相隔100米的这个斜对角的一个项目，所以在景观上对这个 YSL 本身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的严重，依旧是可以从阳台上看到这个 Bay Street 上面的各种建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发商 Cresford。那 Cresford 在多伦多这边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开发商，他拥有超过40年的开发经验，并且一直是专注于这个建筑居民住宅的一个开发商。那么他呢，这个开发商有4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时尚风。那 Cresford 作为加拿大第一家将时尚设计和住宅相结合的开发商，在过往的项目当中呢，大多是用高端的奢华品牌来装饰大堂。比如之前在多大旁边最火的这个卡萨，它用的就是爱马仕的装潢。第二个呢，它的选址，它大部分的项目的选址都是在非常抢手的这个交叉路口，并且每每都会成为周边的一个标志性楼盘。比如说贝和 Wellesley 的这个1000贝，名品区的这个33 Yorkville，以及 Yonge 和 College 的 Halo Condo 等等，都是位置非常中正的这个社区中心。而这次他所打造的 YSL Condo 将不仅仅是周边社区中的地标，更将成为整个多伦多最吸引人的项目。那么第三个呢是设计质量。那么，Cresford 会全程选用比较高档的这种高品质的材料，力求完美。从竞标买地开始，到楼盘设计，再到最后交楼之后的物业管理，它全程每一个过程都会一手抓，不疏忽任何一个细微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创新。那 Cresford 的团队除了经验丰富的掌舵者，也会有很多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参与。那么他会使用最新的科技以及管理方案，引领着整个公司在楼花市场上是力争上游。所以 Cresford 可以说是多伦多非常值得信任的开发商之一，他的项目也一直是我们的力推项目。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会第一批拿到它的这个这个楼盘的信息，所以的话呢，我们的价格是最优惠的。那么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个付款方式的话呢，是如果是本地买家，大概是在20%的这个定金。那么5万块钱呢，是我们 signing 的时候会给的一张 bank draft。然后在60天的时候呢，会付这个 balance off 10%，那么接下来的210天付5%，450天付5%，然后在 occupancy 交房的时候另外有5%。那么 YSL 考虑到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工作的年轻家庭的需求，它住宅中呢，会有10%是用于这个1000尺以上的这个大户型，并且在楼内呢还会建有非常完善和新潮的健身房，以及室内和室外都可以活动的这个 daycare。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楼盘的一个亮点总结。那首先第一个呢，它的这个学校，那么 YSL 它是位于这个 Ryerson 大学的学区范围之内，而且呢，它的这个楼里面本身就有一些楼层会被拿出来，用于 Ryerson 大学的教学楼。那么在过去的30年当中呢，Ryerson 大学它也是飞速的发展和扩张。作为加拿大以科技创新和职场教育而闻名的学校，每一年的注册在校学生的生源是高达4万多人，在安省大学当中是生源非常稳定的，大概排在第四的一个高等学府。那 YSL 位于多大的东南角？多大呢？是加拿大最受青睐的学府。那么现在多大的学生最喜欢租的condo 公寓之一呢？就是 Aura Condo。而 Aura Condo 与 YSL 仅有100米的间隔，
那么等到 YSL 5年之后交房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Aura 就变成了相对比较老一点的楼盘，所以它可能也跟 YSL 相比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就是 YSL 这个楼盘会更加受到学生的青睐。那么第二个，从周边的人口来看，YSL 的北边和东边都是学校区，那么它的西侧呢，则是五大医院和金融区。这里有许多的这个年轻的医护人员和金融白领，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信用记录。整个市中心的常住人口大约在30万左右，而 YSL 周边2公里之内就有16万的人。那么因此的话呢，就是生活、工作、学习，都会在这个周围。那么，所以除了他的这个学生的租客源，其实他还有一批这个工资非常稳定的年轻人，会成为这个项目未来的租客首选。那么第三个开发商，他的开发商 Chris Ford 在多伦多是富有盛名，他的项目不仅仅质量好、有特色，而且非常的抢手。Chris Ford 每年只开发一个项目，但这一个项目都是在1到2天之内就会销售完成，全部售光。所以的话呢，感兴趣 YSL 的这个朋友，我们的这些朋友啊，我们的客户啊，我们都要尽早的去确定你们感兴趣的户型，那么这样才能够最大化的保证你们可以在及时的拿到自己心仪的这些户型。那另外呢，从它的建筑设计上来看，那么作为这个地标项目，85层的 YSL 需要有资历的设计公司来进行操刀。而来自美国纽约的Con Patterson Forks。就是这样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建筑公司，他们一直以打造城市的天际线而闻名世界。在芝加哥 KPF 公司打造了当时最高的900号 North Michigan，它是一个66层高的这个地标建筑。那么在纽约呢，另外有一座打造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的30号Hudson Yard。那它除了拥有101层的高度，同时它还在99层的位置建造了一个可以走出去的观景平台。那么 KPF 还有许多数不胜数的高层项目遍布全球，而 YSL Condo 交给这样的设计公司，在质量保证上会变得更加的稳妥。那么，然后从地理位置来看，那么作为央街的新地标，YSL 的这个 condo 呢，它可以在15分钟之内步行到市中心各个重要的场所，在餐饮、购物、娱乐的选择上也是丰富多彩，完全可以一年365天不重样的享受各种美食。那么它周边的商圈，那么市中心的核心位置是北起 Gerrard Street，东到 Victoria Street，南到火车道，西边呢是到达这个 University Avenue，而 YSL 的项目就正好在这个范围当中。那么在这个核心区域，仅仅2018年就有40多个商业项目开发，其中就包括了五大医院区。医院 Mount Sinai Hospital 的扩建将于2022年秋竣工。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儿童医院 Sick Kids 也将新建自己的这个22层的这个 Support Center。在 Toronto Eaton Centre Nordstrom 中，那么它有34万平方尺，将会用于4层的这个 Urban Campus 的办公室，那么将能够容纳差不多有3500名员工的办公空间。同样呢，在 Yonge and Dundas，在现在有的这个 Atrium on the Bay，还要再加盖5到6层的办公楼，预计在2021年竣工。同时呢，来自于 Google 的姐妹公司进驻多伦多之后，Amazon 也在考虑行动，在力争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席之地。那么现在它的规划仍在这个竞标和审批当中，所以周边的商业发展直接带来了更多的常住居民和住房的需求。YSL 作为核心区域最高的住宅楼，新一代的楼王，它的抢手程度就不言而喻。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就尽快的跟我们联系。OK，那这就是今天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去简单分享的关于 YSL 这个楼盘的一些基本的信息。那么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谢谢。